猫做绝育手术后多久能恢复？张安谷，职业兽医师。猫做完绝育手术一般4个小时左右就会从麻醉状态完全苏醒，不过具体时间会根据猫咪对麻药的敏感程度和代谢能力而有所不同。猫绝育手术的创口则会因为创口的位置、猫的皮肤修复能力以及主刀医生的手法而有所不同。正常情况下，手术创口会在术后3至4天逐步愈合，在术后7至10天完全愈合。如果是需要拆线的创口，就可以在术后7至10天进行拆线，之后还需要1到2天的时间让线道恢复。而皮肤内房的手术创口则不需要拆线，也不需要额外的线道恢复时间，只需要术后根据医生医嘱做好消炎和止痛管理，戴好脖圈防止猫咪舔伤口，一般恢复时间不超过14天。